想在整个这个老庄溪的这个石虎的一个通道啊，那当初是为了这大湾溪的这一个石虎，会经过140线的这个140线，然后再从透过啊老庄溪到这个左南的山区来做一个觅食。那一般从经过这个调查结果是一天大概会来回两次的。那终于啊，在这个今年的一个8月14日啊，那我们也发现到啊，有一对石虎的母子啊，从这边来利用这个通道来通过。石虎的一个通道发挥的这个效果啊，那我想我们后续还会来继续来做一个啊这个监测。Thank you.